好，那现在不用传说，这些罪人大部分都是在人世间的时候以刀刃分解众生的身体，然后煮食。那不就是像比如说杀鸡、杀猪、杀牛的那种的吗？对不对？戒翁禅师说，这些众生里面杀牛的罪是最大的。杀牛的罪最大。对。可是如果他是为了职业的关系呢？还是一样。还是一样。就是要到黑神地狱来，就对。因为感觉自己落在我的手上，你还想逃？那除了这个还有吗？不孝父母，刚有说过了，不孝父母几乎每个狱都要来寻你一趟。对，哎，都有他的份哈。然后喜欢用手打人，用手打人什么意思？就嗔怒心太重的话，动不动就喜欢用手脚打人或是踢人，就是有暴力倾向就对了。嗯，尤其是打自己的妻子跟小孩，家暴的那种的，然后打父母的，除了要来这边受这个罪，五间地狱还是要走一趟，也要去就对了。对，据我所知，五间地狱是无有出期的，是根本的不能出来的，就是好像十八层地狱。才能说，除非在这受罪当中，他有机会去忏悔。嗯，所以还是有可能超脱。一般都是没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忏悔。因为在里面是无痴。无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直会执着于自己现在所受的苦。哦，他就是执着在这一块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让他去想其他的事情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受这个罪，就对了。哦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忏悔，一直害怕，自己不断的受一样的罪，然后根本没有让他其他想法，想去忏悔。他说怕的时间，没有其他思想，或去想其他的事情，就除了害怕，就是痛苦哀嚎。因为他在受刑的过程中没有得休息嘛，没有得休息就没有办法去想那些事情了。济公禅师说，一天内万死又万生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然后即使你在人世间懂得诵经、懂得持咒，但是入地狱受罪之后，会让你喝一种水，然后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经文，这些都是业障，然后盖过你们世间曾经所背读熟悉的经文。你说自己有犯罪的话，到那边会喝一种水，然后会忘记你所有念过的经文，就对了。对，会让你连消除自己的业障都没有，没有机会就对了。所以恶大过于善就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业障盖过你的福报。业障盖过。所以人真的不能随便的轻小恶哈，这个小恶有可能盖过你的大福哈。还有吗？你会不会累啊？不会，不会哈。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地狱。几个禅师说这也是无法地狱其中的一个地狱。叫做黑河地狱。黑河地狱有很多众生在里面，然后河里面很多类似虫的东西，虫的东西，然后会钻他身体，对不对？钻他身体，然后吃他的血肉筋骨。
那有的从嘴的里面的眼窝跑出来，那有的从耳朵跑出来，身上的血肉，好，那这是犯什么罪要来这边？还是不孝父母。还有呢？来用手去打父母。用手去打父母。或是用恶口去辱骂父母。还有呢？然后偷父母的钱。偷父母的钱，还有呢？然后把不干净的东西拿给父母吃。哦，就是明知道它是不新鲜的、不干净，就是虐待父母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然后把不净的东西供养出家人，把不好的东西供养出家人，不新鲜的东西不新鲜，或是把掉到地上的东西或捡起来给出家人吃，那他们是不是也是那个什么虫啊，把身体吃完了之后，然后又把它叫起来，把它挥完挥成一个完整的身体，再把它丢下去？那是整批的，整批一批人就下去，然后一批一批上来，吃完之后再一批批上来，罪人鬼差又拿扇子又扇了，他们又复活，又重新再受同样的虫，然后继续又再吃他们。只要吃光身体，然后又把他们扇活，然后继续再吃他们。那些虫是不是铁做的？对。对嘛哈？对，铁做的。因为《地藏经》上面是这样写的，无非是铜、是铁、是石、是火嘛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每只虫都有长角，有长角，很尖利。就在暗暖心，准备要宣扬地狱之苦。要来观测一点这边。